恭喜你，第一名，第一名。甘望星，十二名。牛，卡得如此就过来呀、啊！恭喜你们！可以的，可以，兄弟。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宇哥，恭喜，恭喜，恭喜 ！Congratulations 啊！其实一开始我来到这里就感觉是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，所有东西都非常的陌生，我也没想过我会来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就是这是我梦里都没想到过的地方。真的，我以前就是一个这么素的人，比普通人还要素的人，突然有一天来到这，突然从地上飞了起来，你说可能全中国都没几个我这样的人吗？大家说你是男版杨超越，你觉得是吗？不是啊，我怎么会是男美？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我放一下啊。你觉得你的实力会让人心疲惫吗？很尖锐呀、啊，你这些问题，可能就是不没有还没有到那么强吧，可能，但是我会努力变强的。我不会比别人差到哪里，就像练体育的时候，为什么能学七八年体育，就是因为我想考大学。一开始的时候我进去，我跑女孩子跑不赢，别人就笑我什么三无产品，跑得慢，没有耐力，没有力量，气我就听在心里。我每天早上比别人起早去练，那晚上比别人下训下得晚，我一个学期 就把那些说过我的人我就都跑过我赢了。然后后来运气也不太好，可能练得也比较猛吧，就伤病到处伤，踝关节啊、膝关节啊、这里啊，一身都是伤。高三那年还是恢复了，我又拼命练，拼命练。我想着一定要考过去大学，我说不能丢脸，还是给爸妈要争，就是争个脸。后面还是考了一个一本，一般吧。要是没伤的话，可能结果会更好。就像我以前考大学之前读高中一样，我觉得我以前能做到，我现在肯定可以做到。我觉得我还是那个我还可以坚持。感谢你们会喜欢一个不太强的我，然后我会努力变强。Thank you for supporting me. I want to thank my fans. ขอบคุณเจ้าปลาดาวทุกคนนะครับขอบคุณมากๆที่ซัพพอร์ตกันแล้วก็ขอบคุณเพื่อนๆขอบคุณทีมงานทุกคนนะครับ然后我最开始的时候没有人喊我的名字，所以我非常泄气。但是义工的时候有一个创始人，他是我的英雄，因为他喊尹浩宇加油。从那天我想我要更努力，我要更练习很多，因为我希望要有更多人跟他要一起喊出我的名字。好，你们的尹浩宇不会放弃，我希望我可以是你们的战士，因为你们是我的全世界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